我是 KnitLove Cathy， 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款以向日葵为主花的盆花的。这款向日葵我们都可以用它来做襟针耳环等等都可以的。希望大家可以 subscribe 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看我们旧影片支持我们。用到的材料有线、花紧处、铁丝、胶水、纸片底托。用到工具有钩针、铰剪、缝衣针、钳、钩花心底部、环形器、钩第一行、翘线，将呢条线拉翻出嚟，翘线拉个钩针上面嘅一针，再同一个入针位钩四针短针。去翻起始位，就钩针多落去。我哋咧扯紧线头，翘线拉翻出嚟做花针引拔。咁咧第一行咧就勾好，我哋咧而家开咗第二行，收针锁针当起立针，同一入针位勾两针短针，下两个针位勾两针短针。我哋咧总共咧勾四组咧两针短针，勾最后一组去翻最后一入针位勾两针短针。去翻起始位做花针引白，第二行咧就勾好，我哋咧而家开针第三行，收针锁针当起立针，同一入针位勾针短针，下一入针位勾两针短针。呢度咧系第一组单元，我哋咧总共咧勾四组，勾最后一组单元，下一个针位勾针短针。在最后一个入针位勾两针短针，去翻起始位做花针引白。第三行咧就勾好，我哋咧而家开咗第四行，去翻下一个入针位挑外半针，同时咧挑呢两针。做花针引白，收针锁针当起立针，同一个入针位勾两针短针。下两个针位都是同时挑外半针的这两针，勾短针，下一个针位挑外半针，同时挑这两针，勾针短针。这里呢是第一组单元，我们呢总共勾四组，勾最后一组单元，下一个针位勾两针短针，下两个针位勾两针短针。去翻起始位做花针引白。第四行勾好，我哋咧而家开走第五行，去翻下一个针位挑外半针，同时咧挑呢两针，做花针引白。从呢个入针位开始，去下三个针位勾三针短针，都系同时咧挑外半针嘅呢两条线。下一个针位勾两针短针，我哋总共咧勾四组。勾最后一组单元，下三个针位勾三针短针 ，skip 呢个针位去最后一个针位勾两针短针，去翻起始位做花针引白。第五行咧就勾好，我哋咧而家开始第六行，去翻下一个入针位挑外半针嘅呢两条线，同时入针，做花针引白，收针锁针当起立针，从呢个入针位开始喺下两个针位勾两针短针，下一个针位勾两针短针，下两个针位勾两针短针。呢度咧系第一组单元，我哋咧总共咧勾四组，勾最后一组单元，下两个针位勾两针短针，下一个针位勾两针短针，去翻下一个针位勾针短针 ，skip 呢个针位去翻最后一个入针位勾针短针，去翻起始位做花针引白。
打断线头，将条线剪断。咁咧，花心嘅底部咧就勾好，勾花柱部分，从第三行嘅呢外半针入针，攞另外颜色嘅线白勾针上边，条线拉翻出嚟，勾三针锁针，去翻同一个入针位，做花针引拔 ，skip 下一个针位，再去翻下一个入针位，做花针引拔。做三针锁针，去翻同一个入针位，做花针引拔。我哋咧总共咧勾七组。勾最后一组单元，勾三针锁针，去翻同一个入针位，做花针引拔。skip 呢个针位，去翻起次位，做花针引拔。花柱第一行勾好，我哋咧而家开咗第二行，将条线从底部呢度咧拉过去，去翻第四行嘅呢外半针，相对应嘅呢个针位，做花针引拔，勾第一组单元，勾三针锁针，去翻同一个入针位，做花针引拔。skip 一个针位，去下一个针位，做花针引拔，做三针锁针，去翻同一个入针位，做花针引拔。skip 一个针位，去下一个入针位，做花针引拔。我哋按照相同嘅方法咧，花柱嘅第二行咧勾九组，第三行咧勾十一组，勾最后一组单元。skip 呢个针位，去下一个入针位，做花针引拔。勾三针锁针，去翻同一个入针位，做花针引拔，去翻起次位呢度做花针引拔。个花柱嘅部分咧就勾好，勾花瓣部分，咁花嘅部分咧就勾织完成。